人家日抛是隐形眼镜，他日抛是老婆，这他方便啥？刚尾鱼塘。尾塘有啊，有啊。有啊。哎，叫尾塘。我帮你开，来，这就喝。你好没有？我加冷包，加冷包。然后请我的。来，抓鱼啊、哦！有，后面有鲨鱼，这个也是。有白带鱼啊、哦？有白带，白带鱼。鱼啊？啊？小章鱼这个？香鱼。香鱼？香鱼？香鱼？这个吗？还是大只的？大只那个？香鱼、套丢加白带。没多啊，来，把你开，这就喝。来，三姐找一斤啊，再找一斤。对啊。OK。那个。朋友找，亲友找，对啊，从第一摊到第十摊，主要吃的都是他老婆，没那么夸张嘛。有一些是女朋友，不是老婆。啊，中华哥啊，中华哥。王工，那个帅成武会上来了。啊，王工王是高雄的新达港的老板啊。下午你们就会看到了。来，贵姐，现在高贵，高贵现在三百，高贵现在，高贵三百，现在三百，高贵三百过来哦。这一份放了350，这一份鸡90，大鸡嘛90，很高的。这不可能
你好，你好，怎么结婚呐？没养生啊？都无。啊，一只。来，来，来。来。千五。你一件超二十四只嘛？系啊。他乘以三啊，五乘以三啊。对你有说不对吧？对，很多嘛，帅车主，下午你们就会看到他的帅气，英姿焕发的叫卖帅气的姿势。他那个龙王的车子，那个是让那个旁边的人知道这边有一台车子，为了安全，为了安全。没有窟窿，是真的。叫卖的音质超级帅气，会发光，噔噔噔噔。我起来了，我起来。大家好像不太认识你。怎么可能？竟然不认识你？龙城早，谁认识你太过分了。下午你再好好自我介绍。刘一辉啊。我学长来了吗？我学长来了吗？陈辉文来了。哦，看到了，唯一支持美金。我奇怪谁在讲唯一支持美金。我的学长陈辉文，他最喜欢美金了。基金。对啊，我学长来了。每次我学长只要来，就有人会问，是不是真的是陈辉文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拿起来，来一饼，来一饼，来一饼。这阿哥要白单对不？今摆哦，做正现捞的这票地方，要上电视登就是的，对。还剩了三千三百两，五百五百五，那钱我这里就这个那个三百块，三百块。真的是我学长哦，你们点他的账号，点他的名字，就会跑到他的频道。他，你们是辉文的粉丝，然后辉文是美金的粉丝，所以美金最大，所以美金最大。多少钱？套丢啦！多少钱？套丢啦！十八块，十八块，十八块，一二十四块，十八块，俊宏哥，昆明哥，对啊，美金最大，美金是你们所有人的，你们都是你们所有人都是美金的粉丝。昆社长，我马尾金的伊嘛听无啊？
就算我，就算我真正骂你紧，你嘛听无，伊嘛无听，伊嘛听无我的骂声。不用紧张。
放出下，也加一件尔。来，来，出。你们不知道陈辉文有演麻辣鲜师吗？你不知道对不对？他有演麻辣鲜师。肉地沙包，来，这几碗，这几碗，来了哇！来，来，少两百，来，给你。你有电话登出账户喂？哎喂！华灯初上，我很用力看，没有看到你啊！是女的吗？是演里面的女生角色吗？线上见就不用说了，还梦你见呢，线上见。
结果那就完蛋了，也不好。你把钱先给人家，你更没办法呀，你把钱你把土买来，我先买单。哎，好，把它拿过来，拿过来给我。我钱，我钱也要，你要把它掉到你包里去，你直接过来，我直接过来。